台湾摇滚乐团四分卫14日晚举办20周年演唱会，林宥嘉独挑大梁担任嘉宾。一向以情歌见长的林宥嘉，却有着一颗摇滚的灵魂，与四分卫主唱阿山同台飙歌，引得歌迷尖叫不断。高中就开始玩乐团的林宥嘉透露，自己也是四分卫的粉丝，甚至台上不停向偶像卖口乖。如果有一天呢，我20周年演唱会的话，我希望那天我可以站起来跟一个叫做陈如山的人一样帅。既然身为林宥嘉偶像，阿山自然不忘利用特权为歌迷谋福利，为现场歌迷赢得林宥嘉10周年演唱会的摇滚专区位置。有来的朋友们可以凭今天的票根，直接去摇滚区，好不好？整理报道。